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却得到一台旧旧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？大家好，我是一凡，今天做这个麻辣烫还有这个三个小鸡腿。酥脆酥脆的，这是这个烩面。
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